没有错，就在抠你喽。仔细看一下我，这个身材有没有玲珑有致的感觉？那你有没有看到我非常紧实的身材、紧实的线条？啊，什么什么？我刚刚麦有点坏掉，什么？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非常紧实的线条？啊，你刚什么？喂，收讯不好什么？我说，等一下，老婆，你不要被纳到控制，你麦根本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采集我们大家知道，其实你看，大家先看一下我好不好？我是因为我自己最近骑脚踏车，整个瘦了7公斤，整个人现在神清气爽了 ，OK？ 那采集因为之前现在在发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之前没有发片的时候就是发胖，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要发胖，我们要发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开始把自己练得现在很不错，开始运动。没错，就开始运动就学你啊，对，好不好？这大家注重运动好不好？当然呢，我们虽然说平常要骑脚踏车啊，或是打这个网球运动之外呢，我们手指头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我是高手这个单元。而且还要记得到电影玩快打的官方粉丝团参加报名，然后只要上面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名资讯呢，填下报名表就可以来挑战哦。而且现在还有吉他英雄 NBA 2K13 Forza 还有20古堡，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挑战这些关卡啦。是了，那我们今天怎么在我这边？我们今天这个我是高手的，我们要玩格斗游戏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超级快打旋风4A1，大家非常喜爱的游戏。那有哪一些格斗高手接来到我们现场呢？介绍他们出来。哇，第一位是我们的黄登辉。你怎么了？你没玩过是不是？他一出场就是会这样啊！你这个游戏你 OK？ 这 OK， 但是小时候的回忆谁不会啊？快打旋风。这个如果不会打就不能当台湾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哦，对，只要是台湾人，就是一定会打快打旋风了。好，你看看其他对手就好。来，欢迎其他对手。欢迎下一个是洛克胖，他不胖。洛克胖，可以过来。你刚刚是去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边回来的，穿白衣服的，抗议。所以，你这你本来就是高手，你 OK 啊？我还可以啦。你认识洛克胖吗？我不认识啊，我为什么要认识他？他是高手，他是真正的快打旋风高手，知道吗？很厉害。好，等一下试试看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知道谁是高手。你再希望抽签抽到你。好了，接下来再欢迎。不错，看错机器也没关系啊。跟一个人之前没有见过，没有。有吗？没见过吗？有见过一次，在哪里见过？上次录影的时候有来当观众，当观众就没有在这里面嘛。对对对，难怪，这哪算啊？对，所以你本身对游戏也是，玩了很久了，玩了很久，对，格斗游戏，对，好，等一下来拼拼看哈。接下来，对，再是我们的阿德。你真的是高手吗？还是阿德看起来超奇怪的，你以后。超奇怪是什么？好像是饭店服务生。对啊，你是两帮开门的那种哎。阿德，你 OK 吗？我 OK。真的吗？他很厉害。哦，很厉害。洛克胖帮你作证说你是厉害的。低调的高手。其实也没有很厉害。你们这次我们今天要比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之前来比，真的有些高手就把那个现奖金运动会都带回去。好几次。大家都是有机会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游戏规则啦。本次的资格赛，四位挑战者以抽签方式决定对战的对手，进行一对一的 PK， 在一局三战两胜制，获胜者将取得与魔王挑战的资格。本赛事禁止选手使用连发按钮。比赛过程中，若参赛者误触任何中断比赛的按钮时，将直接判定该战输。好了，当然呢，我们看完游戏规则之后呢，重要就是我们分组，分组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如何分组呢？才提，就是今天一样，我们是要抽签分组，哦，两两一组，好不好？六姐，各位，两个人一组的意思吗？要不然三个人一组，一个人一组吗？那两个人一组啊？它里面就是有 A 跟 B， 你们就抽到一样的，就是同一组。对，好，最后一个跟我一组，你们自己就保重了哈。是的 ，A A B B， 黄正辉 C 组还是 B？ 好 ，A A B B， 就这么简单，没错。分完组之后呢，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这个资格赛。是的，好 ，A 组呢就是洛克胖跟阿德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你们两个先就定位喽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我们第一回合资格赛马上就开始了。我们 A 组两位同学已经就定位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 B 组同学站在那边，那边明就两个椅子不坐呢？早点说嘛！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因为我们要选场景，要设备标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你坐那边就被射死，没错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哦。来，两位猜选，因为我们这是场景的方式呢，选在这22颗气球里面。剪刀石头布，
好，阿德。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是什么？哪一关是不是？哎，场景场景。啊啊！您干嘛跳出来？我跨步一下，演技跨步。来，请翻开来。好，就这个地方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英文不是很好，就这样吧。East 哦，东亚，东亚洲，好不好？那一样呢？来，两位现在可以坐啦 ，OK？ 一样，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哦，之前记不记得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这电视都很大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今天那么困难呢？看起来。因为呢，我们被拿过几次那个钱之后，我们现在整个就变成制作被缩紧，然后电视只能用小的。如果我们再继续赢下去的话，电视可能会这么小。好，转的那样。就这样子 ，OK， 来，准备开始。今天很荣幸可以上电玩快打打挑战赛，然后现在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紧张。希望今天就是可以发挥自己所有的实力，然后干掉大魔王。今天有四位参赛者，我大概最不想就是打阿德吧，因为他的圆我不太会打。然后如果顺利的话，打到小象的话，打他胜利大概一两成吧。我会加油的。贵贱人，那方面帮我们稍微说讲解一下，好不好？说明一下。洛克棒用的是这个一吹忍者，现在这一位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位挑战的就是这个圆，这位老先生，这个老头。一般讲一讲比赛，这两个角色都算蛮常出现的。首先两方都不相上下，势均力敌。哇，老头先困出这个，逃离这个角落这边。洛克棒现在蛮猛的哦。对。老头有一点招架不住哎。哎呦。那可能是一个飞镖哦，啊，暴涨，晕倒了，挂了。阿德，撑住，阿德，你不要让人家笑说连飞镖不会丢，这个也不会打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洛克棒现在表情认真。第二回合，洛克棒很厉害耶，洛克棒比世界比赛的耶。双方解摔。现在洛克棒气满了，他先化掉一个气。猛攻，到现在还没有失血过，还没有失血。对，哎，他失一点点，失一点点了。好，范老先生。洛克棒完全不给对方机会了。对啊。哦。好快哦。阿德，加油啊！加油，老头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！直落。就这样，结束了。对，因为三分两胜。抓到。假高手抓到了！我觉得你这样比较久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第二轮资格赛，我们恭喜洛克棒获胜。攻守交换位置，来 ，B 组请就位。B 组，我们先选场地好吗？对，你们先猜拳。等位，剪刀石。哟呵，剪刀石头布。就跟你说我要出布了嘛。来，我丢是不是？你丢你丢。选场景。看好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丢飞镖，就不要拉草哦。好烂哦！好了，我瞄准一下了，我瞄准一下。你看，我还可以选颜色哦。怎么样？那你要什么颜色？中弹，金色的。金色。是在开玩笑吗？不是，因为节目就不够长是吗？瞄准。你有瞄准吗？你？他回来。你好色。好，就这个了。好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场景呢？对，也是一样，反正就随机嘛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色的？我们喜欢就是看你们有多笨的感觉。是。好，问号啊，就交给老天爷决定哈。一开始就用问号就对啊，你干嘛这样子啊？无聊。好嘞。奇怪。啊，很开心参加贵节目的《我是高手》单元。各位来的来宾都是高手。我等一下会尽力赢得这次比赛的。看到我穿一身红色的衣服就知道我是龙。哎，奇怪，红色不是肯吗？没有，我是龙。白色的时候是我告别式穿的，今天我要去参加喝喜酒，所以今天一定要打趴你们。Holy Hogan， a dogan。很不能闹掉啊，你慢点喝。
好了，两边准备开始了。来，洛哥帮我们说明一下。我说明啊，好，现在贵县人用的是赛斯魔王，然后黄灯辉，还是龙。如果我的龙输了，太极，等一下下通告，我就给你龙。好，还好哎，你挂定了。不会啦，太装很嗨。我能让你写一半喽。哎，对，你让我写一半，让你写一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讲一下话。啊，你居然这么看不起我？他就是看不起我。我黄牛肯，黄牛肯，黄我只会黄牛。哎哎哎，慢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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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但是他写还蛮危险的哦。超危险。对，这次又可以被你打过来。结果被人家打，好，我要用绝招了。什么招？什么招？血比较少了。对啊，你有什么技能？踢他一下。有踢到哦。冷静，冷静。啊！这招损血很不多，其实。对啊。哦，机会。开始吧，右边，右边六颗，右边六颗。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你。用拳脚把他按死啊！哎呦，厉害！电玩主持人好吗 ？Thank you, thank you。整个桌子都在动，是怎样？然后秒，
请我们今天的魔王出场。大魔王就是我们的小象的大魔王出场。哇哦！好，小象，今天要挑战这个龟仙人先来，是。两位之前有碰过？对啊，认识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是知道彼此的名号就对了。知道知道。那你知道我的名号吗？知道。我看你的节目，谢谢。今天在互相称赞，无聊。OK。小将，所以最近有在去做什么比赛吗？最近？我刚从美国跟加勒比海回来。加勒比海？对，是去迪士尼吗？还是什么？迪士尼在美国了。我知道，我就去看看。现在干嘛？去比赛啊。有打什么成绩回来吗？拿了一个快铁的冠军跟一个快打的第三名回来。哦，这是全世界的比赛。对，还蛮多人去的，欧洲的玩家也有。有那有韩国的玩家吗？韩国玩家这次没有，不过有日本的。日本的。哦，有赢他们吗？啊，有有有。好漂亮，你这样就可以当我们的魔王。啊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两位很强了，我们就不用选场景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直接让电脑来决定 ，OK？ 好，就这样开始。那我们呢，一样采用三场哦。这是三局，这是三整个三场强调。好 ，OK， 好吧，来 ，OK， 开始。哇，好刺激的感觉。本次的魔王 PK 战，挑战者与大魔王进行一对一的 PK， 采三局三战两胜制。本赛事禁止选手使用连发按钮。比赛过程中，若参赛者误触任何中断比赛的按钮时，将直接判定该战输。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大浴室的感觉，对，好像哦，大砖大地砖。盖上一个加嘎。跳水中。现在死很快，没有死掉了。龟仙人在他面前像小孩子般。对啊，他血跳太快了。龟仙人加油！他这次打的有比较痛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没有，好痛。他连段有连上去啊，他血比较少，800。哦。叫你血血多一点的嘛。我说其实他阿德本身呢，本身血就比较少，然后一直被处于挨打状态，挨打状态快就晕了。你看他，其实他连防御也防御很好。哦，刚才是什么？吸引去了，那个拔气过来就到。小象都不稍微让一下的呢，对，完全不让的。制作人有交代说，我们不能再输下去了，电视会变小台，真的越来越小台。第二场，你可以换个角色。他笑多开心，这个怎么赢他？还是叫小象换好了。小象，我换。还是小象换？我换。你用问号？问号没办法。小象，你大概总共有练了几个角色是比较厉害？一个，大概两三个角色。你还是不变了，龟仙人。好，不变，不变。换一个。好，换一只。阿库玛。不用演吗？阿库玛超帅。去年的冠军就是阿库玛。哦，去年的冠军。他们真的蛮厉害的，我们还要尊敬他们一下。哎呦，超级赛亚人！另外一个才是超级赛亚人，而且是布罗伊。阿库玛超级。哇，闪过嘞！哎呦，帅哦！哎呦，变凶了嘞！龟仙人刚睡醒了。哦，中真龙对攻。移动好。真龙，哎呦呀！机会，好痛！哇，一下被倒地了，哇！哇哇啊！真的很强哎！如果再输一场，你就落败了，就没了。对，最后一个小场，没了就没了，人生就是这样。这样转胜，会不会逆转胜？这太硬了，太硬。哎呦！哦，哎呦呦呦！最高！哇，被连到！确认。粘得很紧哦。失误。守的固若金汤哎！哇！厉害厉害！哇，龟仙人打到这里流汗的挂点，好不好？所以恭喜啦，我们这个小象魔王能帮我们守住这一万块钱。对，守住一万块。接下来呢？就是由洛克胖上场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洛克胖呢就跟小象魔王挑战这10000块钱奖金啦，来，两个人准备开始啦，好。哎呦，射飞镖，哦，暗器，哦，被抓到，哎呦，
好凶啊！现在一抓到机会就开始欲攻击。这话你被困在厕所了。这没带让。关要紧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自己跳回去。哦。被摔。哎呦哎呦！哎，又被关厕所。刚刚防得很好哎。被阿东关厕所应该是蛮累。有机会。怎么这样切？哎呦！哎呦！有逆转胜了，这么大唯一的希望了。加油！路上没有血了，被碰一下就挂了。小心！有七。哎呀！这个没办法，老梗脚是拜拜，老梗被识破。哎呦，但是有机会啊，洛克胖加油！哎呦，一半血了，好狠！还有剩一点点，如果你不能失去斗志，厕所了，加油加油！刚才那一场输掉士气已经被打败了，有有有有，啊！我跳到后面了，大决战了，张瑞，哎有哎，还有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哎呀，还有差这样一点点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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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手感慢慢抓热了之后就可以，对，哇，笑这么开心，你看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场咯。对，第二局。罗哥棒加油！换人吗？你需要我们帮你，就需要他叫他换人吗？要不要叫他换人？可以，我可以叫他换人。对，我们可以。你可以叫他换人吗？可以啊，换啊。罗哥棒，你要吗？要求一下。你想一下，在全国面前、观众面前，你这样承认自己也不丢脸。还是你已经抓到这一次弱点？有机会10000块，还是你要换？不要跟自己钱包过不去。好，你就换一下，让他一下。你不是让他就是要换，就尽力了。这是有理解的。他换一只，他看不起，他选那个根本就我们不知道他会用的角色。对，你用这一只吗？我没有用这一只打过这一只。哦，但是我会用这一只。啊。哦哦，哎呦，有手都守住哦，对，还看不出，对吧？刚刚可能谁占上风？太极拳对忍术的对决，哦，每次一打就好痛，哎呦，武当派对东影忍者，对，哎，有机会了。现在目前血量差不多哎，一直 hold 在那边。对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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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！有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水水水水！是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！那一次其实就死了。你是在江湖吗？没有。小谢啊，很轻松哎，你们刚刚要打，你要前面赢，前面赢，后面再整个是骄傲起来。对，背水一战，最后一场。哎呦，哇，我想象到呀，还没有吃过，完了，晕了，晕了。有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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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哇塞，小象等于今天所有场都赢哎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没有任何的败绩，没有好，太棒了，黄德辉
其实我们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，等于说我们今天手中2万块钱。但是呢，你刚刚说只要不会玩快打旋风，就是台湾人。对，我另外开发个机会让你跟小象挑战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改国籍了。你现在哪一国？没有，没有，看一下。跟他拼了，人赢了。我打不赢他，让你一半血。但是可不可以让道胜25？不可以嘛？25，还是让他看。史上无敌让了，哎，这样10000块哎！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让到25，我只拿5000就好了。我拿不到啊！拿不到啊！血这么少，你看，哎，你不要过来哦，我会电你哦！我吓到，没有，你看，我发现，你看，哎，有事吗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，我要，哎，他只用踹而已啊！你竟然搞一个。太明显了，对啊，他说你在变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还会飞，要差一点，差点，差点，我手提我搞绝招给你绑住，好惨的，我被电一次，差不多拜拜，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好，我用电的。我已经玩出新的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！我电死你！好好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这魔的，这很恐怖哎，这魔王！太急了！蛮多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血是蛮多的。哇，失血，完了完了，危险了！几板扣，几板扣，转转的，撞到用啥？三米米掉，没有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，没机会，你刚刚撞到，出不去，没机会，晕掉，拜拜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场，差一点，好危险啊！不然有机会赢吗？你每一场都有打到我，很恐怖哎！再一次其实就死了。你是在刁我吗？没有，他就是笑你。哎哎，我要听。好的，抢下这一场，就有大决赛。我要找回我小时候的回忆。不要跳，什么场被揍的？不要跳他。快点！哇！别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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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三角，三角，差一点，你看，没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你看这差一点，我差一出脚就创赛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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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冷静，你有点风度吗？你明明还没有这个资格比这个赛的，所以我们决定让阿强你来参与我们的挑战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但是因为两位都高手，所以我们就不让写。对，但是阿德，其实这个你这是等于说是晋级，就是破格要升的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赢的话，你只能拿到50块。他前面要50块，他前面的资格赛比有什么意义？有啊，是有啊，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彼此的实力差距，好不好？啊，阿德赢了，明天给你10000块，好不好？好，比比看，开始。哎呦呦，很保守哦。哎呦，你要胜出一倍哦。哎呦呦。势均力敌的感觉，手跟脚的对抗。中断。哎呦哎呦，中断。一个破绽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再上再上，你看男人们十下。哦。有机会呢。有机会。哎，被摔到了。啊！太危险了。刚刚的差一点点，阿德不错吧？阿德，对啊，我
害啊！这是被干掉，而且小象中间好像改变策略，哇塞，招式变了。好，对方太漂亮了，双手打他了。好。小象跟对抗真的是太厉害，没事不要跳他，对，跳他在空中要踢踢踢踢踢，他直接把你打下来。哎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哎呦，还可以连的话就连到了。哦，妙！阿腾危险了，小心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守一点，守一点。还有55秒，好吧。魔鞋，没错没错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魔鞋，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，可以可以，大家摸到摸到没有？摸到就会死，对。哇塞，哇，怎么办？还有一场，再来。啊，继续。好，两次。安静。好，整个角度来得非常快。阿珍。阿东的帅气真的有够远，中断。好中手。哦，哎呦喂呀，快死了！深一点。天哪！小象打顺了之后就猛打。对啊。血多嘛？血那么多。对，现在就要进去就对了，尽量发挥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快快！过来过来！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！这边一这一连16，一连16分哦！哇，赢了！那个被他抓到就死了，哎，对，这很常见，这种就是反正一口气没有被他抓到，就啪啪啪就上去，对，15、16康果就出来，阿德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被抓到，来还他的 perfect 吗？没有。绝命！抓到，气满了，气满了，阿德 miss， 没打到，被碰到就挂了。来得太快，可惜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呢。好，刚是5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恭喜魔王呢，一样把我们10000块钱手术啦。谢谢。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所以就由我的搭档彩婷来挑战我们小象，好不好？怎样让我一样让到25%血？然后呢，如果说输的话，也是要给他10000块钱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真的不要这样。如果输的话呢，我们就用10000块钱去买你的专辑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这样也不错，很好，冲高销售量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来，请开始。抓他，抓他，好险！哎呦，够打的。小象刚才怎么赢的？
惨！哇塞，才踢 OK 了一次哎，没关系，恭喜我们魔王小夏呢，一样今天非常厉害，守住我们这个奖金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今天彩婷呢，还有多加送给大家哦。对，就没有拿到10000块也没有关系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就是我的个人专辑新发行的《女帝诏约》，然后我要送出2本，因为我出2个版本，然后里面有我的亲笔签名哟。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稍微翻译一下。这是写真集吗？也有写真集啊，跟 CD， 跟12首歌的 CD 哦。哎，很不错。对啊，还有纹身贴纸。还不错，好不好？那要怎么得到呢？就是只要上电玩快打的官方粉丝团回答刚刚10000块挑战者到底有没有拿成功呢？只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有机会拿到我的签名专辑。你今天真的谢谢所有挑战者啦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的魔王，谢谢。虽然还是如预期的输了，只不过还是很开心，希望下次来还有机会能干掉他。技术人家一筹，还是输掉了，然后模仿上一楼 game over 的动作，我的心脏。虽然一开始我打洛克胖把我打的一下就让我死，可是还是很感谢电玩快打给我机会，让我跟小象挑战。我只能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我今天不是输了，我还是南港界的快打旋风之王，只是我遇到一个世界级的高手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回家会继续练，而且我现在最厉害的是英雄联盟 LOL， 下次有种叫我来打 LOL，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神 support。美女刑警，广告回来，各行各业的女警角色等你来收藏。欢迎回到电玩快打。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但是那个游戏出的速度呢，并没有一直缓慢下来哦。所以如果你呢跟我一样是属于这种比较喜新厌旧的玩家，我想好好趁这个机会，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游戏片柜，赶快把一些游戏拿出来玩一玩，因为新的一直在出哦。没错，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专情型的玩家，每次要玩什么游戏就要想很久，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详细的介绍呢会让你们更认识这些新的游戏哦，所以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哈收新 game。迪士尼互动娱乐与皮克斯动画8月推出集结《玩具总动员》《汽车总动员》和《怪兽电力公司》各角色的迪士尼无限世界，以新潮的沙盒式动作冒险为核心，玩家会拥有好莱坞片场般的秘密基地，组合相对应角色的场景进行冒险，最多能有2位玩家同时合作过关哦。综合动作、竞速、解谜、冒险多种玩具箱游戏模式，可以让你跨足多个作品的角色和场景，还能收集到 3D 动漫出现过的物件，像是《神鬼奇航》的经典海战场景，或是《超人特工队》的专属秘密基地。 Baby 们，以为它只要6小时就能封片吗？2013年美国E3展公开表示，每购入一个场景就能解锁10小时的单人战役哦。经典卡通这么多，玩30小时以上绝对没问题的。日本鬼才制作人须田刚一最新推出的《杀手已死》中，布莱恩事务所在征求蒙德扎帕，要合约杀手以处刑者身份接受个人委托调查或处理掉委托目标。玩家能用有吸收血液能力的日本刀处刑敌人，施展高速华丽斩杀，同时累积鲜血能力进行连斩级技能。此时在最短时间内连打画面指定按键，就能让目标 game over。 另外还有个独特的精密锻造合金臂，能当发射型武器攻击天花板敌人，或远距离射击达到消血的效果。遇到一直在防御的全身机甲型敌人，还能用合金臂猛 K 破防。接受主线委托黑暗任务之余，平日也能进行花花公子任务追美眉哦。别忘了利用试点抓准时机，送点小礼物给美女们，增加目标好感度哦。哎，你知道最近出了一款次世代的射击游戏，叫做《极客枪战》。我当然知道啊。I don't know who you are, but I will find you and kill you.
你干嘛配合演一下？你这样不知道，这是台湾第一款自制的 3D 网页游戏，射击游戏是台湾之光，你还这边就是学电影这边乱演。即刻救援，我当然知道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游戏我当然知道，因为这个基本上呢是用这个 Unity 3D 的引擎去做，所以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你等于说你可以像是网页游戏一样免下载，那你可以玩到 3D 的感觉，我当然知道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除了射击之外呢，它也加进了冲刺、瞬移、二段跳这些动作，而且还有很多科幻的投掷道具，所以玩法是非常的多变好玩。当然，这个游戏叫即刻枪战，那表示说它就可以很即刻进去来枪战哦。那我给他看，它有多么的即刻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有没有这边开始选了嘛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来这边选一个副本，我们今天选什么？血色梦魇。那我们就一个人玩，马上快速开战，恭喜你就开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非常快速就开始。你看，房间箱准备好。哦，现在开始了。怪物。哎呦。哦。看我的哦，看我厉害哦。哦。那就是在射他们就对了。那我会换武器。嘿，躲掉。目标就把这些僵尸全部打过，哎，对，补给品赶快去吃，十五秒就没补给品了，所以赶快吃。天神的祝福。所以现在你外面是有个防护罩，对，是有防护罩。等下他没太多了吗？哦，心酸哦。快跑快跑，冲刺有没有？继续急救弹。好，我把这波打完。好，好，差不多，等他感觉一下这种感觉，非常即刻，但是呢，画面其实非常精致，画面很漂亮，而且很立体。对啊，好不好？稍微介绍个游戏给大家，让大家试玩一下啦，哈。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周的焦点新片吧。上礼拜电玩快答介绍了最近人气大旺的 3D 动作射击游戏《即刻枪战》，不知道你们都玩过了吗？我自己是一看完介绍以后，就马上打开电脑，连上网页试玩，真棒哦！免安装，直接开浏览器就能够启动游戏，不但效率高，又能满足我这个只能利用空档忙里偷闲的大人物，好好的在游戏世界里放松心情。即刻枪战国产首款 3D 网页 FPS 游戏，有非常多的特色，上周介绍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哦，今天我要来为大家做更深入的介绍，让你们更了解非玩不可的原因。即刻枪战不只能够快速安装、快速读取、快速开战，每场战斗只有快速的五分钟，每一秒都是最精彩的刺激枪战。另外，角色的操作性上也是超微的快格，特殊的高动作系统，冲刺、瞬移、二段跳，看我在战场上帅气的飞天狙击、瞬移闪避，哇哦，真的是爽快度破表！虽然是网页游戏，但在角色设定的细腻度也是非常讲究的哦。创角的时候，基本客制化设计的发型、发色与肤色可以自由搭配之外，角色从头到脚总共有七个不同部位的装饰，都能让你发挥艺术家的创意呢。不管是帅气风、搞笑风、freestyle 风，还是跟我一样的绅士风，都可以挑选。不过要小小提醒一下大家哦。在战场上，如果穿得太过明显，就会和人群中总是发光闪耀的我一样，是很容易变成人人狙击的活动肉靶哦。外形体面亮眼是基本配备，但内涵和实力也是相当要紧的。在游戏中想要克敌制胜，绝对不能忽视武器搭配的重要哦。在即刻枪战中，玩家可以同时携带轻重武器各一把上战场。轻武器包括了步枪、散弹枪、狙击枪以及能源枪，重武器则是可以造成强大破坏的榴弹枪、重机枪以及攻击范围超大的火焰枪。
透过游戏中的转弹机制，可以取得各种不同的武器，甚至也能够利用加工厂进一步强化装备能力。不过在进行强化时要特别注意，有成功率的设定，有一定的几率会让强化素材爆掉消失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也可以透过幸运技术与防爆技术来增加强化成功率哦。极客长战为了让游戏进行的过程更具变化性，还加入了角色异能的要素，让角色除了单纯使用武器射击之外，还能进一步操控远程、近程与陷阱等不同的能力，或是直接将敌人推开，或是让对方的 SP 直接归零，甚至还有冰冻、火焰、雷电、毒气、黑洞等各种异能，让我们无论进攻或是防守，都能够利用这些额外的特殊能力，让原本单纯的射击对战有了更多元的操控变化哦。对于 FPS 最为重要的对战场景方面，极客枪战中也非常细心地规划出各种不同的场景哦，而且这些场景的设置也都精细策划，也设置有随机出现辅助性道具的产物，像是可以让我们暂时隐形，或是直接补血，甚至还能销毁对方的道具，或是利用侦察雷达让敌人所在位置现形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扭转战局。在游戏中每场五分钟的过程中，能让玩家感受到强弱势中的压迫感，无论是单人群战或是分组对抗，每一个场景都有各自的攻略技巧，变化性之高可以让人百玩不腻。除此之外，在游戏中最让人着迷的应该就是游戏多样化的多人对战模式了，像是最基本的据点占领模式，让玩家们不比个人枪法的精准度，而是考验团队战略的配合能力。另外像是收集模式，则是比拼玩家收集金币的效率。至于最特别的关键模式，则是考验对战双方对于队伍中 key man 的守护能力。不过对于身为 key man 的玩家来说，被对手全队设定为狙杀对象的情况下，压力应该是重到不行吧。不过对于平常不用承受任何压力的我来说，来点磨练也不算坏事了。下次大家如果在极客枪战中和我同队，非常有风度的我可是很自告奋勇想要担任 key man 哦。除了玩家之间的 PK， 在极客枪战中也设计有让玩家组队挑战的 PVE 副本，其中也有涉及游戏中几乎是必有的打僵尸玩法。除了挑战性十足，在完成关卡挑战顺利推倒 BOSS 之后，也能取得丰富的报酬哦。根据小道消息指出，之后还会推出城墙守护战，要在时间内与同伴一起守护地脉核心的安全，阻挡外星生物的进攻，这当然就是我登场的时候了。大家赶快锻炼实力，到时候与我一起并肩作战吧。哎，我听说你的 Candy Crush 玩到非常厉害，听说就是有那个出神入化的意思哦。是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放弃那个游戏了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游戏我就是玩一玩，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在玩嘛，然后你又看到你 FB 上的朋友一直超越自己，对，就有一种美颂的感觉。哦，所以你就干脆不玩。我就花了很多钱之后，我觉得说我想财大气粗一点去赢他们，就后来觉得算了。所以呢，现在 Candy Crush 的厂商呢又推出了另外一款游戏哦，叫做 Pet Rescue Saga， 也就是消除的游戏，会不会让你就是比较？其实我最近开始。开始玩它，我很担心它接下来又是我另外一个花钱的重点。好，来看一下示范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你一样的看到你看有没有地图是非常的可爱啦、啊，然后你看就像动物的王国一样，那里面呢，对不对？很多关，也可以看到你的朋友在哪里，所以你会觉得说很生气，大家居然超越你。那我们今天选一关来玩玩看。对，二十一关。先把这样大大的把它放出来吧，对不对？有。这其实也不是不能一直乱按的啦。下面也可以怎样动？像两个也可以。对。对。这个是。
哇，好难哦。好了，反正是一个很难的游戏，那大家慢慢摸出那个感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回去试玩看。动物放生 ，OK。这游戏可怕就是说，你开始玩的时候觉得，哎，怎么一点那个，一旦上瘾之后，你就知道厉害，好不好？稍微介绍给大家，好，不错不错。是，不过我要问你一下，有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交一个警察的女朋友？他非常拉风。你想，我知道做什么事情，然后都可以帮我，就是当我的保镖的感觉，好像还蛮不错的。真假的？那我现在呢？就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手游的游戏，它叫做《美女刑警》，你应该超爱它的。美女刑警，听起来还蛮不错，就这样的游戏。但是因为你知道最近天气蛮热的，热浪来袭。那如果我的女朋友是美女刑警，然后她要穿那个警察制服，这样很热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我会心疼。哦，这个你可以放心，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呢，它可以透过任务收集各式各样的卡片，所以里面除了军警的衣服，它还有水手服啊、护士服，就是非常的诱人，就对了。因为你知道，有时候办案是需要伪装一下。我觉得我非常了解这种感觉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嘛。而且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大家男生一定会超爱，就是强化机制。哦，就是透过强化可以怎样？就是那卡片呢、啊，它被强化以后呢，它的造型就会更 sexy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，这样好了，接下来这段你继续介绍，我去旁边稍微去打一下什么其他服装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你还不能玩，不能玩，不能玩。OK， 游戏还在中文化中。哦，好，所以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抢先报道。好，来看一下本周的手游快报。Hi baby， 有什么新游戏要推荐给手机换不停的我吗？这几年手机游戏不管是数量、类型或主题，都是爆炸性的发展。就像以前的游乐器一样，就算家里有再多钱也买不完呢。我的秀管家跟我说，最近几个月有个游戏走红于玩家间，聪明的我一下子就猜到是卡牌游戏了，因为是无论三国、武侠、奇幻，甚至是运动游戏，只要是跟卡牌有关的都会爆红。而最新推出的《美女刑警》就是一款以犯罪推理为主题的卡片游戏，搜集不同角色卡牌，可以编组穿梭在东京都四处的攻击与防御小组，去挑战各种犯罪事件，透过执行任务调查提升任务完成度，还能获得不同能力外形的角色卡牌奖励。当然咯，我们也能透过游戏的转蛋机制来抽取更多不同的卡片，如果能取得稀有度越高的卡牌，升级上限也会再提升，能力强化的潜力也会再更高。虽然我的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美女，但很多男性玩家应该跟我一样，还是对天才级的美女刑警有遐想呢。游戏中的卡牌不止赏心悦目，卡牌强化之后，除了可以提升等级，就连卡牌上的角色造型也会变得越来越性感，是不是跟我一样看了脸红心跳呢？在《美女刑警》中，除了透过卡牌组进行任务中的对战，同时也能对其他玩家发动挑战。想要证明自己够强大，可得要更加把劲儿来搜集更多卡牌哦。下段电玩快打手游竞技场，新仇加旧恨，斗志满点，战火一触即发。干嘛？你现在不觉得我整个全身有燃烧的那种感觉？干嘛？你是发烧吗你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上次手游竞技玩的，我们上次这样打成平手，个人觉得心情非常不是很开心。哦，所以你要怎样？我现在一定要分一个高下。好，那先说输了怎么办？输了直接就是把对方的耳朵弹烂。所以今天手游竞技场我们要比的是 RO 的深渊副本，难度听说不低的，可是我队友还蛮强的，所以那先介绍一下你那边看起来很强的队友吧。OK 啊，首先是我们的卡古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卡古。看起来很弱。我从国小就开始玩电动了，我以前 RO 也是当盟主的。你以前都喝 RO 逆渗透的水吗？对。我到以前《仙剑传说 Online》的时候，真的老板的，真的。哦。对，还有我们的面包超人。哎，我是面包超人。看起来是弱的。他是资深玩家，好吗？你是强的吗，面包超人？
我是面包超人。所以我说你是很强吗？电脑超人很强，才打败细菌人。哦，那不是很正常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就帮我逼一下。介绍我这边就知道什么叫做精英，好吗？好，介绍。第一位是我们谢杰林，欢迎。啊，我是杰林。我很强，因为人家小时候小朋友抓周的时候，我抓的就是 game ball， 然后抓的就是红白机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宅就是电玩，电玩。你怕我质疑你，所以一根就是抓周。就先让你，对，先让你觉得我们真的是精英。你出生的时候有 game ball 啊？嗯，差不多。哥哥有啊，我有哥哥啊。那时候有装小有没有 game ball？ 国小什么？我出生抓周就抓片山。太夸张了。小月第二位，介绍一下小月。常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今天比赛呢就比一回合。对。那在这一回合之前呢，我们大家先先感受一下这个游戏的感受，好不好？暖身赛的感觉。暖身呢，我们大家一起进入这个深渊副本的中间，我们把这个 boss 推倒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我们来试看看。在正式比赛前，双方进行一场暖身练习，目标是合力推倒这次 RO 改版推出的深渊副本中阶 BOSS 传说兽人酋长。两队各派出骑士、巫师、祭司应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往中间移动。我们推往走走走。等一下啊，倒数了。他现在倒数了。好，找到了，来了，我找到了。兽人酋长，有找到我吗？有，朱莉尔在下面。你们在哪？我在打王了。我今天我语出是对付他。现在不能动哦，恐惧状态。我们一定需要我啊，我是骑士哎。而且状态可能要放一下哦。哎，我需要补血了吧？啊，帮他斗一下。我帮你补，等一下。啊，你现在也不能放近的。可以。快继续推。现在推他，我巫师也太补血了，巫师也太威了吧？一定要威的啊！啊，好像出来了。怎么离开坐骑啦？怎么离开坐骑呀？啊，我离开了。看这个，看这个。我居然死了！你死了！你还没下马就死了？对啊，怎么办？然后那个按重生之后，你又可以再回来。重生嘛，对。对，重生，然后赶快回到中间来。所以你现在又好看一条了。被打死了！然后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我又死了！啊！救命啊！爷爷，我在帮你补。然后点队伍来，然后帮我补血。爷爷，我已经在帮你补了。然后你也要帮你自己补。我要狂喝水。哦。巫师好威，巫师好威，需要补血，需要补血哦。妈的哦！哇，小多。另外一个骑士哎，我会被打死啊！哎，需要补血。快拉给我！拉过来，拉过来。然后，哎，王跟着帮谁走啊？哇！你帮我就尿水快喝完了。尿水。尿水。好硬啊！我来了，好快一条。他血还有三分之一哎，应该是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中间的好难哦，好强哦。我鬼为什么会断掉？血剩五分之一，可以，多五分，加油！可以。啊，失败啊！失败了！失败了！太难了！烂了，我们。
了。究竟为什么失败呢？小月，是你刚刚没有做好吗？哦，不，其实是主要是你的巫师一直出去的关系。是我，对，而且连马都不会下，一在马上，技能都不能放，因为我平常没有骑马的习惯，好吧，反正就是。其实我刚刚还蛮仰赖你的，可是你一直继续掉，巫师非常重要。对，哎，我不会换成跟女生，我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我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玩，还是可能失败。那么成功了可以得到什么？成功的话就是可以得到红宝石、钥匙碎片跟箱子碎片。那钥匙碎片、箱子碎片都是可以组成箱子跟钥匙。对，那钥匙碎片的话，就是要收集钥匙的碎片去合成黄金钥匙。黄金。那箱子的碎片的话，就是要去合成被淹没的箱子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示范怎么组这个箱子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当然，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 PK 了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这一回合而已。好，那各位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，好吗？好，小月你先。那我今天是骑士的角色，那就是负责帮大家挡怪挡王。哦，是重要的。我是祭司的角色，就是帮大家疯狂补血，只要你需要补血叫我就好，我是不会帮你们补血的。废话，很难讲，搞不好你会补错。小心补错。那你发现了手指太粗。那当然，我就是不会再失败的巫师了，好吧？因为刚刚会下马，刚刚输了我们不会怎样，可是我们现在在 PK， 说的是弹耳朵。OK， 等一下我要问弹懒，只弹队长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全部一起弹，都一起弹。可是我是靠脸就是赚钱的，这样不然我是靠屁股赚钱吗？了不起啊你！你不是靠脸吗？我是靠脸就吓人的。你们这边呢？你的角色是？我是祭司，也是帮大家补血的角色。嗯，哎，我是骑士，然后跟我们小月一样。刚刚我们在互相合作赛，就我们两个挡在王面前。对，其实我非常重要。我们两个挡得很辛苦。对，我们刚刚已经惺惺相惜了。没有吸好，还有被打死了啊！电光超人，我是巫师，然后我担任是攻击输出最重要的角色。对。哦，好，所以现在 OK 了，大家注意哦。但是乔本，我觉得我们赢定了，赢定了，因为你们有豆哥。没错。他刚刚是故意装的。故意的。对啊。那个打王里面那个王那个法师是最重要的，法师占了一半的输出，对，巫师，好了，各位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好吗？接下来的比赛，两队同时挑战出街深渊副本的 MVP 级 BOSS 传说兽人酋长。结束后以排名积分，第一名至第六名积分依序为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团队积分较高者胜出。我马上跟上了，等我一下下。你们是走来走去啊？是 ，OK， 我上来，我来了，又来了。啊！哦，来中间。我来了。哎呦，我来了，那豆哥在哪里？哦，来了，看到了。不，什么矿都是在上面，是不是？在下面。才那个天物那些要放一下。你要组队，来了，我组队要求，然后赶快组我，然后赶快帮补。我要加加，我有加。加速速，加速速。加什么？就是你有一招是加速速，然后还有一只叫天赐还有天护。对，你那个那多后退一点。我吸到怪了。对，然后你站在那个杰林旁边就可以。坐骑怎么离开啊？谁告诉我？好，右上角那个熊掌。右上角熊掌就是从。OK。好。哦，那豆哥往你的左下走一点。有吸到对。你自己要补了啊！被你发现了，不要讲那么大声给大家知道。哇，死掉了！魔术血在下降，纳豆补血。哎靠，怎么死的？可是我这边跟纳豆血是满的。我补血，我补血，我补血。没有，我自己喝，我自己喝的水。很满哎！啊！又被吸进去。是不是？要组队一下。因为那是那个王的技能。我一跳出就没了。怎么一直在打我？有没有？我快死了！啊，方大都，我快死了！我被推出去嘞！对，我一直掉在洞里，是怎样？胜负即将揭晓。好，王最后一名吗？是，哎，不是哎，我啊，因为我第二名哎，我第二名，我第三名，来，等下报一下。好，我第四名，我第一名。小月帮我们报一下，我们的成绩怎么样？好，那第一名是彩迪二号巫师。是谁？举手。彩迪二号巫师。我。好，被报上第一名。第二名谁？那第二名是纳豆二号。看到了没有？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第三名是彩迪一号。
哦，是我。哦，哇，他就骑士有骑士。然后第四名是我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只拿到第四名呢？而且你跟我分数差很多哦，我好像十万，你要才两万多。可能我一直没放技能吧，我就一直上去。那你在那边都在干嘛？我在奇怪啊，我也在奇怪啊，怪你在打我。我们这队其实牺牲自己耶。所以这样总共我也在牺牲谁？然后那个第五名是纳豆三号。是谁？是我。对。哎，我中间断线，我还可以赢你。凯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凯蒂是在叫你啊！我一直跟他动，然后就死啊。第六名的他，对啊，就是他。所以总分数谁赢呢？应该是我赢吧。6-8，所以还是你们获胜。是你小赢了两分。嗯，好了，我都要再谈了。还是我们派一个出去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。内讧。这就是内讧啊。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啊布，哎，真你队长对不起喽，快点演一下，真的，队长先，队长先，我不会弹的，豆哥耳朵看着好好弹，为了这么大力气啊，真假的，认真，快点，豆哥我比他很不会弹，真的，秀秀秀秀，哦。快点！好白嫩呢。对对，把我耳骨。小心，踩到自己队友，踩到队友。笨蛋，没有，我同意队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示范一下，刚刚那个其实赢的那个没有这个材料，对不对？可以制作这个黄金钥匙，还有这个箱子。箱子。好，去哪边做？先要到那个组成的，刚刚是在左上，现在要到左下。左下吗？哪一个 NPC？ 叫做调配达人。调配达人。找他对不对？然后到下面找他。然后我们到了选择的材料组合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制作必须材料。好。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选到下面去呢，就发觉有这个小矮人黄金钥匙跟被淹没箱子 A、B、C， 那当然 C 等级是最高的，就更有机会开到更好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做箱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制作咯。好。道具制作。就要做出来啦。然后黄金钥匙也来做一下。钥匙。这边是做，这个是碎片，是箱子碎片，这个是钥匙碎片。黄金钥匙是这样做出来。哦。钥匙做好跟箱子做好还不够，还要再找同一个 NPC， 再去交刚刚的钥匙跟箱子。然后你找哪一个特殊制作？对对。然后箱子哎，对，就是小矮人的箱子 ABC。然后可以开了吗？然后看你们刚刚是做 A 箱子、B 箱子还是 C 箱子？什么什么？学使用吗？制作成功。对，学使用，然后再去找你刚刚做的箱子。C， 好，我开它哦。然后点它之后，你选择使用。超紧张的，哪一个？使用就是做好了，是不是？箱子在哪里？那开完在哪里？对啊，对啊。你得到一个卡片书 B， 看完东西跑哪里？因为它并不一定是完全都会开出装备。开到我开到一个诺亚帽子 C， 它那一顶帽子我记得是祭司可以戴的。对，然后70等的祭司，然后有三个洞，所以是四等级的。的一个头盔，所以同样名称的装备，紫色是最棒的。哎，我是不是看到那个火山的力量 A 啊？防御40，魔法防御20，剑士在装的。如果是紫色的话，那就是很棒的装备。嗯，很棒。是紫色的吗？银幽十二的帽子 A 我也开到了。真渊副本它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去，一天只能进去一次。对，它是有。所以如果你要收集这些碎片的话，你必须每天都要去，因为它是，所以它每天的碎片跟钥匙碎片都是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像我们刚刚其实你看，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刚刚这六个人这样开，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开到的并不是很强的宝。对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运气不错的话，就会开到很棒的东西，那你就比别人强很多。对。好，给大家这个感觉，哎，我觉得这种打宝的感觉还不错，然后就时间一样，然后大家一起去推广。对。哦，好不错，算今天大家算是哎不错那。虽然我都没弹棒，但我得到很棒的装备，我很开心，好吧？好了，今天真的谢谢几位达人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鼓舞。